长官、贵宾、媒体朋友、教练、球员，以及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由教育部体育署指导，台湾运动彩券股份有限公司冠名赞助，中华民国大专院校体育总会主办的2020年第三届台湾运彩全国大专校院世界杯棒球争霸赛。本届比赛共有70校158队报名参赛，历经地区预赛208场的激烈竞争下，各区代表校系脱颖而出，进入16强。在单淘汰赛竞争后，产生了常赛全国8场的队伍。在球员们4天比赛中，充分展现了奋战不懈的决心，让大家看到学生运动除了场上的胜负之外，还有球员们在比赛中学习到的荣誉感，还有责任感。大雨也浇不熄球员们的热情，是不是请球员们给自己一点掌声呢？此宣布2020年第三届台湾运彩全国大专校院世纪杯棒球争霸赛颁奖典礼，典礼开始。能够圆满落幕，除了球员们尽心尽力打好每一场比赛之外，也要特别感谢长官贵宾们的大力支持。在此介绍今天出席颁奖典礼的长官贵宾，首先欢迎教育部体育署叶丁鹏主任秘书。新北市政府体育处洪玉玲处长。中华民国大专院校体育总会曾庆玉秘书长。台湾运动彩券股份有限公司蔡明哲副总经理。本届大会审判委员康正南委员。本届大会裁判长江金龙裁判长。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杨能书校长。陈其昌学务长。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林俊彦校长。在颁奖典礼开始前，大家应该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今年的赛事跟前两届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在此要特别感谢教育部体育署以及新北市政府体育处长期以来推广学生棒球运动，也要感谢主办单位中华民国大专院校体育总会用心安排赛事。今年的16强呢，就有转播服务，要特别感谢台湾运彩大力支持。另外还要特别感谢福斯传媒集团的大力收听，让在场的大家可以在 FOX 体育台上展现对于棒球的热情。再次让我们恭迎教育部体育署叶丁鹏主任秘书为我们致辞。我们大专体育运动总会曾庆玉秘书长，还有我们台湾运彩公司大力来支持这个比赛的我们蔡副总经理，好，还有我们在座的我们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洪玉玲洪处长，还有我们大会的我们审判委员康老师，还有张金龙审判长，还有我们今天莅临的两队的我们云林科大的杨校长，还有我们台北海洋大学的林校长，好，在座的各位贵宾，还有我们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的教练们、老师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代表我们教育部体育署来参加今天的盛会。我想，我们大专世纪杯的棒球赛，经过了158队的参与，
200多场的这个比赛哈，可以说是锦赛这个比赛非常的精彩可期哦。各位可以看到，哦，从第一场到我们最后的决赛的最后一场，哦，都非常的精彩哦。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大专体育运动总会，哦，争取秘书长的团队能够安排了200多场的比赛啊，非常的辛苦，也给我们所有的选手一个非常好的比赛的一个赛程跟场地啊。第一个我们要感谢的就是我们哦，我们这个啊台湾运彩公司哈，啊第二次来冠名哈，也主要是出钱又出力哈，取之于运动，用之于运动哦。我想啊，这是我们非常感谢啊台湾运彩公司能够啊持续来支持这样的比赛哈。第三个我们要感谢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洪玉麟洪处长提供了我们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场地哦，能够大家来施展哦这样一个这个优异的这个比赛哈，这个球技。那我们也感谢我们感谢大会的哈这个我们的这个裁判长以及审判长，在这个比赛期间哦啊一直给我们做这样的服务哦，不管是天气有多热啊他们都在现场做这样的服务哦。我们最重要哈，我们要感谢的就是我们我们刚刚有两位校长都莅临哈，就是我们所有参与这个比赛的这个老师同学们裁判们家长们的一个努力哈。其实这个戏剧杯主要传达两个最重要的目标，也请求各位同学回去之后把这个运动的风气能够带到学校。那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踏入社会的时候能够持续的运动，当我们这个规律的运动人口，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两个目的哦。所以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参与的同学家长，还有我们这个老师们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伙伴们辛苦的参与谨祝也希望我们这一个比赛精神能够继续延续，然后我们谨祝大会顺利哦，然后我们整个赛程这么圆满的来结束。要感谢的人非常多，再一次代表我们教育部提出感谢大家，我们期待明年能有更好的比赛。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叶主秘，我们请叶主秘先行留步。诚如叶主秘所说，这项赛事最大的主旨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对棒球的热爱出社会之后继续回馈给台湾的棒球。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楷模，就是我们本届的赞助厂商台湾运动彩券股份有限公司。我们为了要感谢台湾运彩呢，我们精心准备了戏剧杯专属赛会纪念手套，要致赠给蔡明哲总经理。我们恭请教育部体育署叶丁鹏主任秘书致赠手套给台湾运动彩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蔡明哲副总经理。支持下，今年从16强就有提供转播，而且16强专属各队的球衣进到8强，还有专属的球帽，我们是不是给台湾运彩大大的掌声呢？感谢。好，我们请蔡副总给我们一些勉励。谢谢在座的这个体育署的主秘，还有我们中国大专的曾秘书长。还有两位校长，还有我们洪处长啊，这个新北市的洪处长，还有各位这个最辛苦的我们的运动选手的棒球选手，还有各位这个还有工作非常辛苦的一些志工我知道这个整个场地的整理这个都需要花费很多人力这个在下我非常荣幸的代表我们的台湾运彩我们来这个冠名这个支持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全国戏剧杯的争霸赛台湾运彩我们已经连续这个2年了我们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各位都知道棒球是我们台湾的国球，我本人也是棒球选手以前打少棒的时候所以我对棒球有情有独钟这个看到各位的，我刚才是想跃跃欲试，想跳下去打不过跟各位比较起来还差
不过非常感谢啊，这个我看到大家的奋斗精神，尤其刚才那一场，我看到这媲美这个大联盟的最后的冠军赛逆转胜啊，这个哦太有意思了啊。还有我今天要顺便想一下哈，我们台湾印彩哦，各位如果有投资我们台湾印彩的话，你有100块投注，其中10块是进到我们的全国的体育的发展的基金，来这个赞助整个台湾的运动的发展，还有选手的培训，当然也包括今天我们赞助这个这个活动的棒球活动，我们非常很荣幸，也非常高兴来持续的来这几年来赞助这个活动，我们也想就往再后几年应该还有这个热忱来继续赞助。在此最后也非常恭喜今天的冠军，很不容易，在158队里面打出冠军哦，那不简单的哦，那不简单这个各位工作这个人员非常辛苦，也感谢你们。最后敬祝各位身体健康，现在健康最重要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蔡副总，也谢谢台湾运彩。接着我们要颁发2020年第三届台湾运彩全国大专校院戏剧杯棒球争霸赛个人奖项。首先我们要颁发打击奖第一名高院修运邱明信，哇，他的打击率非常厉害，有6.43%。打击奖第二名高院修运高王佑，打击率5.88%，也是非常厉害。接着颁发打击奖第三名高院收益林冠霞，他的打击率有5.83%哦。接下来厉害了，厉害了！今年大会的投手奖呢，已经在我们台上，他是投打二刀流，拿下2胜的高院收益邱明信。我们要恭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林俊彦校长为我们颁奖，欢迎林校长。我们请林校长跟优秀的球员一同合影。哇，恭喜优秀的球员，也谢谢林校长。接着我们要颁发教练奖，这位就是今年的冠军队伍云科电机的徐少恩。还要颁发台湾运彩最有价值球员奖云科电机赵冠荣。让我们恭迎冠军队的校长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杨南书校长为我们颁奖。我们请校长跟优秀的球员一同合影留念。校长，也谢谢优秀的球员拿下冠军，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接着我们要颁发2020年第三届台湾运彩全国大专校院戏剧杯棒球争霸赛第五名的队伍，让我们有请大专体总秘书长曾清玉秘书长为我们颁奖。首先欢迎明星科技大学运动管理学系，连续2年闯进戏剧杯的8强，本届8强赛在突破僵局制，一分惜败。不过他们的缠斗精神非常非常令人敬佩。我们谢谢明星科技大学的同学。接着让我们欢迎世新大学新闻学系，他们是首次闯入戏剧杯的8强，就
到强敌云科电机，但是我们世新新闻毫不怯战，打出精彩的比赛。世新新闻，接着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也是首次闯入世界杯八强，在两次的 OT 不幸落败，但他们带给我们高张力的精彩战役。师大地理学系带给我们精彩的比赛，接着是国立清华大学动力机械工程学系，他们也是第一次闯入系际杯的八强，就遭遇到强敌海科运收，展现出永不放弃的运动家精神。谢谢曾庆玉秘书长，也恭喜获奖的队伍。接着我们要颁发2020年第三届台湾运彩全国大专校院系际杯棒球争霸赛第四名，嘉南药理大学运动管理系。让我们有请大会审判委员康振兰老师为我们颁奖。恭喜嘉耀！接着我们要颁发2020年第三届台湾运彩全国大专校院系际杯棒球争霸赛第三名，高院科技大学休闲运动管理学系。恭请新北市政府体育处洪玉玲处长为我们颁奖。首先我们请洪处长为我们颁发个人的奖牌。好，让我们有请队长来到队伍的中央接受讲座。谢谢洪处长，也恭喜高院科大。接着我们要颁发2020年第三届台湾运彩全国大专校院系际杯棒球争霸赛第二名，台北海洋科技大学运动休闲学系。好，
彩券股份有限公司蔡明哲副总经理为我们颁奖。首先颁发个人的奖牌，我们请队长来到中央，代表接受我们的亚军讲座。好，恭喜台北海洋科技大学，也谢谢蔡副总。那我们请蔡副总先行留步。请蔡副总先行留步，因为我们有准备了一个特别加码要给我们今年的冠军队伍。今年呢，冠军队伍特别加码属于台湾运彩世纪杯冠军选手的定制手套。这个冠军手套呢，有受本届世纪杯的专属 logo。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荣誉。哇，我们今年的冠军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电机工程学系真的非常非常优秀，在大雨中打出令人感动的比赛。这个冠军手套也象征荣誉。那我们请蔡副总先行留步，然后业主秘上来帮我们颁发个人的奖牌，请两位长官为我们共同颁发最高的荣誉。
捕捉到帅气的身影了吗？恭喜我们的冠军。